好，唔啱講到啱啊！今日，咦，又係你啲文章？係啊，因為要陪住一個重量級嘉賓上嚟啊嘛。啊，冇咁講，冇。次次你喺度咧，Walkie 就唔喺度啦。Rocky 唔係話寫書咩？Rocky，你哋係咪雙生雙克嘅咧？冇關係啊！我同 Rocky 曾經都一齊做過節目㗎。Walkie 好似跟阿陶傑走新路線喎，寫啲吓？情色小眼說，兒尾寫甜股，寫甜股係啊。係咪會自己讀埋啊？自讀啦，唔係得一把聲，陶傑扮埋女人嘅，係咯，自讀下咯，佢咪要屋企，所以冇精力就嚟節目唔緊要啦，有我哋係嘛？係嗱，咁今集咧，除咗你之外，哇，隔離，咦，隔離鄰舍喎，好似係咪啊？哇，竟然原來同一層喎，冇錯，唔係同一棟樓啊，樓上翻工嘅啊，何文俊先生啊，係啊，點樣介紹你好咧？小弟就即係。某份免費報都可以開名嘅，都市日報就財經版做採訪主任嘅，咁啊喺呢度樓上嘅啫，所以我行落嚟得嘅。係啦，不過你都係好有經歷嘅喎，即係之前都唔係做呢份嘅。其實就即係呢一行，我大概沙士嗰時入行啦。係，咁當時其實都好有熱誠嘅，即係你知道我哋呢讀得新聞係都係啊，希望一腔熱血咁啊，改變個社會，憑住自己一支筆咁啊，即係希望可以做得好咁啊。咁但係最後做咗大概幾年到啦，之前其實係一畢業就做咗4至5年港文嘅。港文版最好啱啊！你熱血啊嘛，應該係即係幫香港報導翻啲正面嘅事件啊，同埋。學阿董生講咯，要唱好香港咯。嗱，幫香港報導呢個正面事件咧，嗱有正面事件，我哋梗係正面報導啦。咁但係如果係啲負面嘅事件都要你正面報導嘅時候，咁你又做得好冇癮㗎啦。哦，即係負面事件都要正面報導。乜而家啲傳媒係要咁做嘅咩？我見到前排啲調查話，市民對傳媒信任都唔低喎，有6.幾分喎。低咗好多啦。咁啊，其實就即係電視台嗰個信任度就會高啲咯。但係報紙因為始終都背後太多財團啊利益關係咧，都比較就個分數會低啲。係咪真係咁咧？即係你國內人係咪即係睇得出？啲人話譬如你成報啦，你老細就例如就楊家成啦，咁你東方就阿馬啦，係嘛？馬氏家族啦。唔同報紙嘅立場都會根據佢老細喺內地有冇生意，都可以咁講。有影響即有嘅。即我以前就做星島嘅，咁星島就即係始終老細係阿何柱國啦，何生就政協啦，即係政協啦，係啦，山東省噶嘛。另外本身亦都有好多生意喺大陸啦。咁佢就真係啲新聞，我哋嗰陣時其實都有少少篩選嘅，即係我嗰時做嗰啲頭版新聞多㗎。啲篩選係你哋自動自覺篩選人嚟？梗係唔係啦？哦，即係有即係壓力之下。我俾個例子你。嗱，記唔記得2003年七一大遊行50萬人啦？2004年七一大遊行，你記唔記得係再多咗㗎嘛？係啊，其實嗰陣時係53萬。係啊。咁其實好多 media 都係開呢個 point 嘅嗰時，咁嗰日咧，小弟就處理嗰一日嘅即係頭版新聞，即係我係做編輯嘅，即係記者同編輯唔同啦，記者就可能落去遊行啊，做啲故仔翻嚟，我哋編輯就係好似廚師咁，收到咁多料啦，我哋炒埋一碟，然之後就出一個版咁俾啲讀者睇咁樣啦。咁其實當時嚟講，即係可能我哋啲傳媒老闆咧，即係覺得啊，又開呢啲 point， 即係舊年都行咗幾十萬人啦，今年又幾廿萬。咁要真事啊嘛。咁最後就我記得就因為呢單新聞咧，我同即係我啲上面嗰啲咧有少少有幾句拗撬嘅，即係即係更高層。係啦，更高層啦，即係我自己又覺得即係哇，舊年咁多議題，即係嗰陣時2003年又沙士啦，又樓價又跌到谷底啦，又好多好多嘢，啱啱推23條咁樣咧，都50萬人。但係第二年基本上啲嘢已經開始改善㗎啦，有自由行，有 SIPA 出曬嚟咁樣。2004年竟然有50幾萬人出嚟，咁即係更加多。咁我覺得個 point 一定要做啦，即係冇理由你唔做呢個 point 咯。即係政府做到咁樣啦，都已經都冇改善過。咁當時大老細俾我哋 message 咧，就係咧，即係唔好做頭版呢單嘢。首先啊，做咗落去第二版。咁頭版做咩啊？梗係慶回歸啦，一啊嘛。慶回歸年年都慶咯啦，又唔見佢話年年都呢個 point 嘅。年年都呢個 point 冇噶啦，佢年年都呢個 point， 但係佢正面嘢啊嘛。哦，即係正面，但係啱你指老闆係何生本人。唔係，佢唔會干涉呢啲嘢，但係。即係咧呢行或者係我唔知係咪中國人嘅社會係興一樣嘢就係咧，有時老細唔會叫你做一樣嘢，
但是他叫你做的時候呢，你叫你做100分你做夠102分、嗯、喂，你看看曾偉雄怎樣做就知道，可能阿爺沒有跟你說過李克強來的時候我要封鎖500米範圍，可能要你封鎖100米或者沒有被人懷疑你身就可以了，但是他要做足百幾分、啊、即正如套用在一個縮影在一個傳媒機構其實都是一樣、嗯、即可能個老闆根本就不會出聲，根本他可能太多生意他不會理你這些東西、嗯、但作為傳媒的高層有時已經有一種自我審查了、嗯、那最後那件事呢，我就跟他拗了幾句，最後都輸，即係冇辦法啦！即係我呢啲嗰時我做編輯嘅、嗯、編輯仔咁，咁、嗯、最後就落咗去第二版，仲、嗯、要咧成篇嘢嗰個通咧，結果係變成點咧？我好記得條題嘅、嗯，即係全世界當日咧都會話53萬遊行，或者破03年紀錄、嗯，或者係即係咁鬧政府咩董建華滾蛋嗰啲咁樣咧、嗯。我哋條題係好正嘅，大遊行訴求，政府願意聽。哦，咁咁都係啊！喂，聽啫喎。聽要聽完點啊？唔做都得噶嘛，係咪先？願意聽啫喎，願意聽係啦，聽完即係都冇話有冇聽到吸收幾多唔知喎。冇啊，即係一行就係咁樣咯，即係一個係一個縮影咯。即係呢度唔係個別例子，成日都有咧。都有，有時可能老總即係接到啲電話咁、嗯，即係匿埋房講幾句出到嚟。會有電話嘅，即係佢哋有啲電話匿埋房講機出到嚟，成單新聞又做過曬，咬過曬嚟寫嘅，即係可能有少少落 order 咁嘅意味咯。哦，即係嗰電話係咩人嚟啊？咁你諗下啦，即係消息人士喎、啊，你參透下啦，我真係唔知啦，我未做到咁高級。哇！或者有啲電話。文昌，你有冇試過嗰時做咗新聞？有啲人你好似有新朋友。係啊，阿 Vita 嚟喎 ，Vita。係啦，係啦。好啦，咁繼續阿文昌，你要有冇？唔係，因為我就冇，因為我同 Johnny 即係處境唔同 ，Johnny 係真係親身係經歷過，即係譬如港民啊、政治啊，即係呢啲好多嘅新聞處理。咁但係我就主要喺財經方面啦。係。咁所以就知好多。我諗就唔會。咁多敏感嘅，但你財經嗰啲有冇一啲公司啊，要你哋即係好似某啲大雜誌啦、啊、傳聞啦、啊，即係財經雜誌，譬如封面唱好一間公司啊，某幫佢做粒嗰啲啊，甚至係入貨跟住指嘅沽貨咁，即係甚至係即係唔係，即係有嗰啲，甚至即係一啲大啊股評家。專題去訪問嗰啲咧，係俾錢嗰啲雜誌，嗰啲雜誌同你做專題專訪啊嘛。會㗎，其實會啊，即係收錢做封面啊。就算你諗下近排講開講，即係亞視嗰邊，喂啱啱俾人講話，即係同嗰個即係有常新聞啊，嗰樣嘢即係咁密切關係嘅，即係因嚟而家即係首席主播佢哋做嗰個理財博客係嘛，同埋走中上市公司嗰個環節就係、是。特登即係真係揾啲公司上市公司即係賣俾佢哋嘅喎，做個套餐咁啊，訪問佢哋即係上市公司啊，正面咁宣傳上市公司，咁啊收20幾30萬嘅。但唔係以前不嬲都有嘅嘛，例如某間公司就贊助去做開一個節目俾佢哋咁樣，即係嗰啲信貸啊、保險、銀行啊。但係咁做啱唔啱先？即係你覺得新聞從業員你哋自己覺得咁樣做啱唔啱？我諗要分清楚，即係新聞，定一話係廣告雜誌啦、啊，即係呢個要，即係起碼要有個括號資料由客户提供。係啦係啦，咁即係呢個要分清楚，因為如果係真係收客户錢，咁幫佢做，咁但係你整出嚟就俾人哋覺得係一個新聞報導咁樣樣，係嘛？咁啊只係逐報喜不報憂，咁對讀者嚟講就絕對唔係公平啊！亦都對，即係亦都損害咗本身呢、這個即係新聞機構嗰個公信力咯嚇。啊，咁我又問翻 Johnny 啦，即係如果編輯自主、編輯自由係香港啲人成日話成功嘅基石嚟噶嘛？如果俾一至十分，十分最高分，一分最低分，你俾幾多分？啊，容許我賣個廣告先，即係小弟做嗰間報館咧，就叫《都市日報》，喺地鐵派嘅，即係其實就因為比較獨立於香港嗰啲其他。嗰啲財團啊，因為佢本身外國公司瑞典啊嘛，喺瑞典，咁所以我哋其實就真係可以話係100% 自由，100%即係我哋自己，例如一單新聞，我哋係可以真係從自己嗰個諗法去覺得啊、一啲正常嘅判斷去寫好，或者覺得啊應該即係點樣去鬧或者去讚。
即我都想讚啊！有時個政府有啲嘢，但問題是你真係冇嘢可以俾我讚咯。你做每一樣嘢都係有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變到啲人睇到，佢哋都成日鬧嘅，好似同蘋果同 AMA 差唔多咯。但其實唔係咯，即你有好嘅地方，我哋都會讚咯。咁、但係即我哋就比較少干預嘅，甚至可以話係冇嘅。但係即係喺以前其他嗰啲就真係有咯。即其他有，即例如喺你以前翻工嗰度。係咯，即某啲大嘅。集團啦，即例如某一份大嘅收費部啊，專咬另外一份大嘅收費部，咁啊，另外有一份啊，專幫地產商講嘢，就聲稱自己係中產嘅，係中產部，中產咁就咩都理性，係咁啊，有啲咩選舉之前咧就揭開曬啲，即佢又唔會叫你走去投俾民建聯，又唔會叫你走去投俾工聯會啊、自由黨咁，但係咧佢又唔會將佢哋啲衰嘢講出嚟。但就會咧揭曬泛民嗰啲問題出嚟，你記唔記得有一年有單獨家就係嗰份報紙啦，嗰份中產報揭咗呢個匯標事件，匯標係咪就係臨選立法會之前出嘅咯嗰單嘢，同埋係咪嗰啲人係即係嗰啲其實係真係有放料嘅，即係可能係某啲有心人士放俾佢，佢唔會無啦啦知噶嘛，唔會真係得閒到走去查佢每一張契有啲咩問題啊咁樣噶嘛，即係嗰啲係有心人放料。咁佢既然做唔到嗰個效果，好似文匯大公咁叫你支持民建聯，佢咪走去打散你泛民啲票咯。咁拉低個投票率都好啊，因為嗰啲民建聯啊、工聯會啲貼票係唔會少噶嘛，係咪先？但係當如果你泛民嗰啲少咗嘅時候，啲議席都落咗去嗰邊，其實一樣噶嘛。同埋點解嗰份報紙特別多政府啲消息政策係咪？係啊，政府同佢係特別合作，因為佢其中一個高層係即係政府啲諮詢機構嗰啲成員嚟嘅，即係同埋其實即係策發會，咁同埋其實政府早排招攬咗幾個啲傳媒人士入去做副局長啊、政治助理咧，都有揾過入邊啲高層，即係其實本身好 friend 嘅，即係同 Donald 嗰啲係好 friend。咁但係問題就佢哋喺嗰度太好揾啦，你一個副局長可能百零二百萬一年，但係佢留喺嗰間傳媒機構可以揾成七百幾萬、八百幾萬，因為佢係。有個廣告分成嘅，即係佢而家搞埋份免費報咧，即係佢哋嘅收入係可能同嗰個廣告嘅收入係有個正比例。嗰份免費報都特別多娛樂新聞啊嗰啲，不過爽報一出可能就所以係變咗大敵咯，嗰兩份而家。所以咪唱定。但係佢哋係啊，所以似蘋果咯，即係政府咁樣對料成日放俾呢份報紙先，有冇係咪真係一視同仁定係點咧？呢份報紙其實我就覺得未必係全部都放俾佢。即係可能有啲比較經濟啲民生啲嘅嘢就會放俾另一份，但可能有啲比較涉及政治啲啊嗰啲就會放俾佢咯。即係咁樣做其實唔係咁好喎。咁冇計喎，親疏有別啊嘛，政黨親疏有別，傳媒當然係咁啦，我哋政府就係咁噶啦，係咪先？即係所以你就喺嗰份報紙做咗幾年就轉工啦。即係我啱啱出嚟做嘢，即係一個僆仔赤子之心咁做咗幾年咁啊。走咗，咁啊去咗另外一間工信第一部，做咗兩個月。工信第一部，咁工信你做兩個月？做到兩個月，因為咧嗰邊後屘就搞咗份免費報嘅，咁啊揾翻我翻去，就即係頭先我哋講嗰份大免費報啦，咁啊揾翻我翻去，咁翻咗去之後。跟我講就話，啲新聞就唔會咁噶啦，自由啲噶啦，更加即係唔會好似之前嗰份咁啊，咁親中啊，咁親政府啊，成啊咁。開頭都 OK 嘅，慢慢就越做越唔得咯。即其實我覺得咧，點解嗰個機構要搞份免費報呢？因為其實佢收費一份報紙，講緊每個月嗰個發行量都係幾萬，每日幾萬。咁你嗰、那個滲透力唔高咯，同埋即係。即係對讀者影響不大咯，但係佢搞份免費報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除了賺錢之外咧，都有啲即係政治考慮，即係有一種每一日洗腦。即係我認識得很多 friend 都係有啲中產啊，或者有啲即係讀過下書嗰啲，日日睇得多咧，都會覺得唉好煩啊，拗嚟拗去，唔好成日為反而反啦，做咩又衝擊啊？做咩又話呢個政策唔啱，嗰個政策唔啱啊？你淨係鬧，你俾啲意見啦，成啊咁。即係佢係一直散播呢一種咁嘅負面信息咧，即係令到啲讀者就覺得，呢個社會。大家安安樂樂揾錢咪算咯，賺錢咪好咯，大家即係唔好成日爭拗啦，和諧最緊要啊！我揾到錢我就會分俾你噶啦，經濟為先，乜乜乜乜，但係冇忽略過，即係冇考慮過一個問題就係咧，即係
其實政府即係搞到經濟很好的時候，其實普通的打工仔或者市民有沒有受惠過呢？其實是沒有咯。即係你看匯豐單嘢已經知啦，經濟未差已經炒定人啦。咁經濟差咁點啊？再炒係嘛？Jupiter 你咪都係好即係覺得啊，好煩厭，成日見到啲政治啲紛爭啊啲嘢。不嬲都要面對㗎啦，都要。但你會唔會覺得好煩咧？哎咩成日呢樣嘢又拗啊？睇戲啊？唔覺特別煩厭。即係唔覺煩厭，即係你都幾唔係啊 ？Victor 唔係 Victor 就係唔覺煩厭，所以不斷即係研究啊嘛。如果唔係點樣做政策研究啫？點樣做政策研究同埋撰文？即係批判啫，即係喺城報啊、商報咁樣批判啲咩咧？啊，即係批判啲咩咧？公共政策咯，咪就係唔需要即係上翻我 Facebook 睇咯。啊，但係呢排你冇去批判嗰即係新聞自由呢單嘢點睇咧？即係梁家榮係喎，講開梁家榮單嘢嚇，我個人真係冇點留意，冇點留意呢單新聞，不過就啊，即係梁家榮佢呢單咧，疏咗我咁，我成日搞錯兩個人，一個梁家榮。一個梁家榮，因為呢兩個人咧，其實啲人話梁家榮新聞良心啦，睇啲新聞。本身我對呢兩個人嘅印象都係麻麻地，即係梁家榮 RTHK 係咯，周融嗰個雖然話好似話就嚟退休，但係大家有聽呢個人講嘢，又知佢佢啲立場一唔知點，但係好似佢良心俾人揞住良心講嘢，有時都係呢個人。咁梁家榮啦。突然間新聞良心啊！嗰日我讚曬佢啊！哇，即係我想篤爆佢，係咪？都喺度即係吹捧佢。啊，但係亞視叫得中央十台係咪啊？你梁家榮係咪咩大好人咧？結果係咪啊？立法會一睇就知啊，係咪啊？呢即係梁家榮係龍係蟲係好係壞係咪？係奸係忠咯，忽然間。但係咪真係你覺得係咪即係梁家榮啊？呢啲可以呢件事可以睇到啲咩出嚟？係咪有啲好新同感受咧？有即係我覺得係除了有啲難言之隱之外咧，其實佢辭職就嗱，好老實講，一定係因為報錯江澤民嗰單嘢㗎啦。咁佢之所以報都係因為有人放風俾佢啦，即係邊個放風俾佢，大家心知肚明。但係事後當然唔可以講出嚟啦。咁然之後佢話佢辭職，即係其中另一個好主要嘅原因係嗰單即係印尼嗰單嘢咧，我覺得嗰單嘢愛嚟放煙幕嘅。係啊，嗰單嘢其實即係我覺得主要係咧，真係話你報完嗰單嘢，啲中聯辦嗰啲仲唔插你咩？即係問責咯，我覺得。所以最後佢哋都要走㗎啦，點都。但係你出翻嚟，你又唔可以講話即係邊個放俾你？即係始終佢哋嗰個老闆背後係咩背景，大家都知，即係都係某啲親戚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可能即係上面有啲消息，我覺得可能掩飾咗，唔俾你講住，就算係真係發生咗都唔出奇咯。咁但係你自己事先搶先報咗出嚟咧，就觸犯咗佢哋大不韙咯。我覺得即係始終係權鬥緊嘅時候，啲嘢未塵埃落定，你又報咗出嚟，哇！萬一影響咗佢勢力點算啊？你邊度負得起呢個死罪啊？哇！但係點解嗰時佢咁急報出嚟？佢係獨家新聞啊嘛，搶收市嗰時。唔係咁學佢話齋啊嘛，我諗冇。佢話有，佢話有消息人士叫即刻出啊嘛。啊，消息人士咩咁急咧？係咪即係對入邊即係中國入邊嗰啲接替啦，係咪啊？權力接替。如果早咗放嗰單嘢出嚟，假設嗰單嘢係真又好假又好，放咗出嚟而又真係有人信嘅話，咁始終會對佢嗰一派嗰個勢力咧，即係有影響。係啊，即係可能即係三米煮成熟飯，真係可以影響到嗰個即係下一任。真係有人信，真係有人信，又或者有幾間一齊，真係堅嚇，好似鄧小平咁喎，咁就嗰陣時就可能骨牌下。即係雖然而家其實大部分主流都最後話係未死嘅，係得基本上只有得日本傳媒 follow 就跟佢就話江澤民死，然後派號外。實際上係死咗未？哇！我點知？國家秘密，呢個真係機密嚟嘅。不過我諗就真係公安走入嚟啊。係啊，不過我諗就狀況一定唔好啦，身體狀況。不過但係嚇機密咧，即係呢兩日睇新聞啦，洛陽河南即係有個官員啊嘛，捉
咗六個啲夜總會唱 K 嘅三陪小姐，去佢私人刮嘅地洞嗰度，性虐待、性禁幾年啊嘛。跟住有記者報道，都話係俾人威脅，佢話唔准報道，係泄露國家機密。有國家機密，所以國家機密即係哇，真係係好廣大，係好闊，即係個咁細一個城市咁樣，芝麻綠豆官咁樣。點解都係國家機密咧？因為一個細嘅官都咁，可能咧大嘅官咧會更加勁，可能有成個大球場咁，成個行宮咁喎。係啦，咁仲唔係機密啊？即係引申上去嘅話就係咁樣喎，哇！原來你咁嘅，咁下低啲人知道咪好嬲咯，跟住咪暴動。所以你應該係即係國家機密呢一樣嘢係俾人濫用咗啦，係即係好多本身係牽涉到公眾個知情權嘅，又或者即係佢嗰個影響範圍只不過係某一個貪官嘅利益，咁同個國家個利益完全係風牛不相馬及噶嘛，都俾人係夾硬扯到係國家機密咁樣。嗰陣時四川地震嗰啲學校嗰啲平面圖都國家機密啦，係啊，犯錯人俾人拉咗，係啊，或者我哋呢度係機密國家嚟噶，唔係我哋而家都講緊國家機密咯，都喺度。我哋呢個因為香港嚟嘅，應該公安我哋香港，不過可以嚟執法住嘅。如果睇咩人做特首啦，好彩范太唔選咋。范太選係嘛？范太話領導人嚟啊，都要對住佢拍手掌係嘛？即係唔好俾咗示威，唔可以鬧佢。係啊，唔係話你想點就點啊？范太係咪行倒車咯？即係上香港大陸化，咪范徐麗泰啲撲街咯？係咪啊？屌范徐麗泰，其實三個都係咯，有邊個唔係啊？邊個唔聽阿爺話？請問有邊個唔係咧？佢支持得嗰、那個盡撲街添。阿唐英年其實你點睇佢？即係其實而家三個疑似候選人有一個啊收咗啦，另外兩個你點揀啊？嗱。講真的，兩撇屎、啊、一撇就搽咗啲糖漿，一撇就擺到明話俾你聽，我係屎。咁你揀邊個啊？哇！屎我一篤屎，你要揀邊個 ，Peter？ 哇！俾兩篤屎我揀，有冇啲唔係屎？你係咪第一？你係認為佢哋係咪屎先？第一，第二，你會揀邊個咧？明白，喂，我諗用兩個層面去睇啦。即係如果你話政治上，我諗即係政治上嘅效果，兩個都唔會有大分別。但如果你話純粹用經濟政策去比較，我覺得。即係梁振英可能嗰個會同現屆政府會有多啲大嘅轉變，但係唐英年俾我感覺上，暫時俾我感覺上係，就算做咗佢仲特首，可能成個政府嘅施政個理念啊、思維、政策上同而家曾蔭權政府唔會有一個太大嘅分別喺度咯。可能會更加親商家，更加親商家。反而梁振英就有少少顛覆，即係佢起碼都會肯打地產商，我覺得即係。我聽住先啦，聽住先啦，是即係呢啲咪就係我所講嗰啲查咗嗰啲糖衣咯。哇！即係嗰啲起居屋啊嗰啲。如果係梁振英陣營，快啲招招攬佢啦啊！關乜事啊？揾你啊！你同佢一齊寫書啊嘛，你同梁振英一齊。係啊，我仲信咗本書俾佢爭咗。啊，係喎、啊！你親自喺佢呢個自由黨青年團嘅。係啊，真係慘！成、啊、活動嗰度親自送上。嗰晚晚送本書俾佢。晚晚個個都讚佢對拍手，得我彈佢，唉、哎、死啊！真係以後喺活動見到佢咧，都唔知點好。反正好彩你識佢彈。唔係咁你話，喂唔緊要，我見你最近喺城報寫咗篇文話。支持阿葉劉淑儀啊嘛，咁、啊、你咪撐葉劉咯。多啦，我真係支持掃把頭。我唔係支持葉劉淑儀，我支持掃把頭。點解咧？掃把頭當年誓死捍衞髮型，哇！呢、這個人係咪夠曬鐵腕，夠曬即係講得出做得到？你梁振英講得出，未必做得到嘛。掃把頭話要維護嗰啲髮型，係咪先真係維護到嘛？轉咗啦，唔係喎，轉咗，依家所以依家又麻麻地拜，依家係嘛？但佢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唔相信佢 心底會改到。第二，佢民主女神嚟嘅嘛，話參加直選又唔參加呢個功能組別，簡直係推動我哋中國走向民主嘅人。喂，所以中央一定要梁美芬民主女神啦、啊，梁美芬佢都直選㗎，老鼠女神。哦，阿老鼠芬，但可惜佢啲法律觀點咧，真係。可以帶領到我哋中國法律進步咯，即係佢呢啲嗰條教授而家仲好似話懷疑抄文啊，俾阿 Michael Mo 捉住佢嚟釘啦，係嘛？即係梁美芬點我同掃把頭比咧？你唔好咪都係直選咯，都係梁美芬嗰啲。但係你唔驚啊？掃把頭到時又話玩完㗎啦，誓死立23条啊，誓死維護呢、這個大陸人在香港的利益啊，誓死咧就維持呢個地產商在香港的利益咁樣咧。個掃把頭都仲未講咧，至少我相信民主女神，所以中央要委任佢啦，係要陰點民主女神。最後跑只黑馬出嚟，就係掃把頭啊！嗱，不過唔好講掃把頭咁掃興啦，係嘛？即係大家都未食飯啊嘛，費事唔開胃啦，咁樣。
咪而家咪靚咗咯，而家轉咗個髮型而家。你用靚字嚟形容嘅話，第一次聽。好好嘅掃把頭啦，總之就。唔係佢話梳起噶嘛，為咗我中意梳把頭。佢真係為咗特首選舉可以梳起噶嘛。不過係即係至衰佢呢啲咧就唔同。而有中央祝福，我哋講到尾都要中央祝福。即係我哋香港人好無奈，乜都要中央祝福嗱。啲嘢就俾中央佢話曬事，或者你政府你香港人想發聲係唔得。於是啊，整到替補機制、補選對機制嘅諮詢，係咪搞一鍋泡咧？啲人係好暴力咧。你睇有諮詢過咩？咦，有有諮詢過咩？科管搞諮詢，嗰啲人全部佢啲人嚟嘅喎。阿長毛佢哋話一早已經排曬隊，一早已經網上登記，完全冇咯，攞唔到話爆曬喎、啊。所以點解佢哋要咁樣湧入去呢、嗯、你覺得佢哋咁樣係咪好暴力咧？即係民報話要話要抗暴啊，要。話佢哋而家喺度搞搞震啊，係咪好暴力 ？Victor， 你覺得佢哋普通啦，普通暴力，即係唔啱啊！未放火都仲未裝滿，好過倫敦手榴彈，好過倫敦嚇，好過倫敦吊鎖喎。跟住阿邊個，我跌到 friend 又俾人影到叉頸喎、啊。你覺得呢啲接唔接受到先？其實接唔接受到仲？普通啦，都係嗰句，唔覺得特別暴力。係喎，長毛都俾人叉頸喎，點睇？係咯，長毛兩個阿伯仲逍遙法外喎，都兩三個阿伯喎。個阿伯可能參加過六七暴動咧，對民建聯啲義工嚟嘅，嗰個都係。唔知啦，係咪參加六七十暴動？而家就係護委會嘅成員啫。係，即係係啊。係啊，唔係維園阿伯咁，佢不嬲嘅風格都係咁樣噶啦，都係。維園阿伯人咁爆鬧嘅，話要即係都未笑。蚊頸啊！即係進一步升級噶啦，而家好震撼啊！張相咁樣拉孖住阿長毛條頸，然之後個頭咁樣。但係你啲傳媒點解就係淨係話即係嗰位科學館嗰個啦，係咪？即係因為推開門咧，撞到 Visa。咁但係冇乜傳媒話。我都有留意咧，嗰日嗰啲報道咧，真係即係阿長毛俾人拉完之後嗰日嘅報道咧，真係得一份係有影翻嗰一幕，就係長毛俾阿伯叉頸，其他嗰啲咧，全部都係淨係講阿長毛佢哋點樣。咁不如咁講啦，公信大都冇講啊。咁不如咁講啦，我哋唔好幻想傳媒真係什麼政治中立啦。其實咁你話。傳媒都有親疏有別，有佢嘅政治立場，我諗大家都唔會否認嘅啦。即係你東方又實係鬧政府嘅啦，咁你蘋果又實係民主部嚟嘅啦，咁樣你星島又係咁樣親政府嘅啦，咁你蘋果咁樣唔係你明報，即係一時又親下呢邊，一時嗰邊搖擺不定嘅。即係我諗，但每一份報紙都有佢自己嘅政治色彩、自己嘅政治傾向。即係我自己就咁睇，我真係睇唔到邊份報紙係可以配得上中立、客觀兩個字咯。即係如果我哋不斷咁樣笑某份報紙咁樣，其實即係我諗，甚至乎好多人都話親政府嘅報紙係少過反政府嘅報紙添。即係香港最大嗰幾份即係主流嘅即係收費報紙，全部都係反政府嘅，都係。Johnny， 你同唔同意咧？都要睇佢做成點嘅。係佢做到一撇屎咁，我哋都走去親佢咩？唔係，我知你講咩，但都係。但有一啲報紙又真係話為反而反嘅，都會係。例如咁，咪又係嗰一份，都係嗰份。你覺得違反而反嗰啲啦，即係最大嗰啲啦，都係。嗱，點為之叫違反而反啫？違反而反唔係，我諗一個最報紙一個好唔健康嘅風氣咯。我自己覺得係唔健康，即係突然之間有啲人收咗啲風，即係有啲人收咗啲風翻嚟，就話疑似乜乜消息人士或者聽到乜乜消息，跟住佢就照報出嚟。喂，大佬！呢啲其實我覺得真係冇公信力，其實唔應該報嘅。後邊係乜嘢？我頭先講嗰啲就係、是，即係你講江澤民呢單定係講？唔係我唔係江澤民呢單係其中，即係我諗政府放風。其實同類型嘅新聞咧、啊，你每日喺報紙都見到㗎啦，唔使否。即係啲吹風會、啊。嗰啲但係政府都咁做喎、啊。你當政府係佢係咁做，係政府係中意咁。咪大家都咁做啦？邊份報紙冇咁即係成日引到乜乜消息來源咁樣？其實後邊係咪真有個咁嘅消息來源係冇人知？消息來源咪係啲政務。其實我贊成，所以我贊成阿 Ray Wong 阿黃應士講嘅，杯葛曬嗰啲所謂新聞政府新聞處啊，嗰一班政府放風吹風會啊，唔係你話吹風會，大佬你杯葛你杯葛曬吹風會啫，其實佢有啲係可能係直情係曾蔭權放料噶嘛，或者係阿唐英年放料噶嘛，即係佢某一咁咪最少唐英年同埋曾蔭權好唔得閒啦，每日都如果佢真係要從嗰個途徑放料，曾蔭權同埋阿唐英年肯定唔得閒。咪新聞官咁樣去放咁樣呢？係啊，你咪全世界都有做㗎啦，你話而家呢度呢個放風途徑嗰一紮全部
你全部不受的話，政府咪要最高層。唔係你話，你話放風呢些其實不是香港獨有的一個即係生物文化咯。台灣、美國所有民主國家，就我所知都是有的都係。咁但係放風同嗰個蘋果違反而反有咩直接關係？我唔係話蘋果違反而反，即係唔係你話直接關係？我只係講我哋唔需要即係幻想到報紙傳媒係政治純潔咯，即係事實上唔係咁樣咯。有邊即係你覺得報紙佢哋邊一份係冇一個好明確嘅，即係冇一個政治立場？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都市咯。都市都有，都市先是好嘅，我覺得都市先是好嘅。如果你話真的要找咩所謂政治中立咧，咁我其實從來都不信呢樣嘢。冇嘅，我唔信嘅。你就算本身，就算好像我哋報紙咁，我哋即係我哋標榜立場是比較中立，或者我哋係真係冇干預，但係處理嗰啲新聞嘅人本身自己係啊，你用政治判斷，唔係你用嗰個字眼都已經係有嗰個全部都係啊政治傾向，全部都有判斷喺裏邊嘅，全部都係價值。即係我哋都會寫林公公。我哋都會即係寫下長毛啲嘢，又會話下佢咁樣，即係冇嘅兩邊都鬧下。我哋都係覺得啊，我哋覺得係咁，所以就咁樣寫。呢、這個我哋呢個過程係好自由，但我哋自己覺得嘅係唔係就係啱咧？未必噶嘛。所以報紙而家佢百花齊放好嘅，即係越嚟越多唔同嘅報紙。咁你咪一次過睇兩份咯，睇三四份咯。我知啦，百花齊放，百花齊放係表面上係好，但係問題係百花齊放嚟去嗰個傾向性都係傾向吹，即係。其實你講緊個政治光譜是一紮喺可能係喺保守那邊，其實可能得一兩份啊，唔係啊，可能擺喺啱啱 Victor 講咗反政府係多過親政府嘛啲報紙。如果你計發行量，Victor 唔係 Victor 講咁講咩？發行量係嘅，計發行量。唔係你如果你話免費報紙嗰、那個。嗰、那個市場咁樣，你話最大嗰份係親政府嘅咁樣問題，但如果你話收費報紙嗰方面，都係唔係咁好明顯嘅啦，係嘛？即係反政府嗰邊係多過親政府嘅、嗯。但係即係東仔就雖然反政府，但係佢係親中央啊嘛，親中央、啊、即係有啲佢即係反、嗯、即係本地嘅政策。咁但係你話去到政治層面嘅嘢咧，佢就擺得好清楚。我都會幫工聯會啊咁樣咯，幫下民建聯咁樣。我諗最近我又唔係好，即係最近一兩年我睇唔到佢係有實際上係，即係我唔覺得《東方日報》有親任何一份親任何一個政黨喎，又親中央你親我覺唔覺咧？我唔覺。不過我覺得唔係你自己睇，其實唔需要我覺唔覺，其實叫我哋觀眾自己睇翻份《東方》，睇翻佢入邊嘅評論，睇翻入邊佢哋嗰份。即係內地新聞版，即係同埋我哋點解一定要，即係我唔會好覺佢係一個好濃厚嘅親中央嘅色彩咯，《東方日報》我咁。唔係因為佢要面對市場嘛。如果佢話你講到佢真係要親，即係親中央親到出面嘅話，係咯，即係例如高鐵事件嗰啲咁，你都唔係你睇翻高鐵事件中，東方鬧得好犀利，係鬧得好犀利啊！呢個係市場，但佢都係鬧個別部門。呢個係市場嘅動力，即係好似阿劉夢紅一樣啫嘛，係嘛？即係你譬如趙連海事件，佢係淨係講大興法院，係啊，唔會講，唔會再講再高嘅，亦都唔會一個制度，即係淨係控制喺即係某個層面，就唔會再上。就係小馬大幫忙，佢都係做法就係咁。係啊，小馬大幫忙，即係《東方日報》小馬大幫忙啦。但係 Johnny， 你係咪覺得香港咧，譬如收費報紙都係？反政府多定係親政府多？你睇下計份數嘅話，就親政府多咯。但係你計發行量嘅話，都係反政府嗰幾份比較多啲。即係證明市民嘅眼睛係雪亮嘅啦，係咪？咁有啲報紙可能真係比較悶嘅，或者佢哋自己有啲係可能係即係高質素讀者，有啲就學生，即係有啲就係所謂中產咁樣，即係。大家埋可能都唔夠啲好普及化嘅報紙多咯，咁佢唔係淨係靠新聞去吸引噶嘛，可能靠娛樂啊，靠富刊啊，有啲人可能靠馬經啊，靠風月版啊，靠風月版啊，靠南極圈啊，靠風月版，唔係靠陶傑咯，嗰份啊，喂，陶傑幫好多份報紙寫嘅喎，而家又幫 AM， 又幫頭條，又幫爽報，差唔多免費報傳媒有幫手寫嘅陶傑。咁陶傑係香港第一文筆嚟噶嘛，香港第一才子，寫手啦，係啊，即係香港。點解你叫佢寫手唔叫你唔叫咩啊？文人啊嗰啲，哇！你冇睇佢開咗個微博，話佢寫手都係咁挑機喎，開個微博個陶傑係咁喺度鬧嗰啲粉青，係咁鬧大陸啲人，好搞笑。咁咪越嚟越多人咯，係啊！啲人係咁鬧翻佢，啲人係咁 follow 佢咯，咁咪真係佢明啊！佢明點樣炒熱自己人氣咯。佢呢排真係紅到發紫啊！不嬲都紅㗎啦！佢直情有張相係指住個鏡頭，然之後冇人哋唔信佢係陶傑啊嘛！佢直情正張相係指住個鏡頭，然之後就係話
誰說這個不是老子的，指著人很串嘴咁樣，跟住惹嚟一大堆嘅漫罵，好正，即係鬧佢嗰啲人咧，真係即係上曬腦啦，上曬頭啦，真係。唔係，所以佢就而家都一路喺微博度即係玩粉青之餘，咪一方面都要情慾方面都要得到宣泄啊。於是就於是揾阿蔣瑩，抽下水啊，係咯，揾阿 JJ 咯，係啊，蘋果啊嘛。啊，或者不如我哋講下咧電視台咧，你覺得即係梁家榮項目翻去嗬？嗱，而家主流幾間電視台咧啲新聞處理方法咧，你哋覺得係點樣啊？即係嗱 ，TVB 啊，而家俾人冠以 CCTVB， 咁啊 ，ATV 因為梁家榮嗰單嘢咧，就即係個躲臭咗，可以咁講。唔係，其實之前已經差噶啦。係，咁但係因為呢單嘢更加中央第嘟台噶啦。而家啲人見到嗰個廣告，不依附任何財團，係啦，不咩攀附任何權貴，啲人睇到係笑嘅，大佬結一聲笑出嚟㗎，嗰、那個 promo 睇到真係。即係你哋覺得而家三個台 cable、ATV、TVB， 你覺得啲新聞處理手法就 now 咯，就 now 加埋 now 啦，係 now 啦，計埋 TV 啦，不如 TV 冇新聞咧，最弊。唔係呢啲唔係大眾電視啊 ，TV 冇新聞啊，暫時嚇係咯。Meta 你點睇呢四間？覺唔覺得 TVB 真係 CCTVB？ CCTVB 我唔係，如果你話去到 CCTV 啊，可能嚴重咗，但我諗佢嘅傾向都係唔想。即係親唔親政府唔夠膽講啦，但唔想得罪政府先啦，即係唔想得罪國家，唔想得罪政府，咁呢樣嘢係好明顯嘅啦。但佢係咪即係親呢個字係咩意思先？首先係咪即係一定要一味唱好佢先？如果你話一味唱好，我又睇唔到有呢個趨勢。但係佢唔想得罪呢樣嘢就係明顯嘅，就係鬧就有保留地鬧咯，有啲嘢可以咁講啦。咁cable 咧 cable 的情況冇去到即係 TVB 啊或者亞視咁嚴重，即係好似上年劉曉波攞諾貝爾和平獎嘅時候，咁啊 cable 佢都用咗好大嘅一個篇幅去報導呢件直播添啦，因為呂炳權啦，主要係呂炳權喺嗰度即係係咯，處理新聞。所以你話如果你話親唔親嘅話，我只可以講佢係唔想得罪咯，但係係咪？一味唱好，我覺得未到呢個程度咯，即係唔會好似真係中央電視台咁樣咯，係。阿昌覺得點樣？唔係，我諗如果睇翻即係而家主流嘅呢四個電視台咧，即係免費嗰兩個，其實就嗰個政治，我諗近幾年特別係即係喺個冇咁保守咗啲咩，主要啲政治。其實如果你只係講話香港嘅兩個主流電視台咧，其實你講個保守程度係仲保守過 CCTV， 因為如果你係唔係你睇翻 CCTV， 其實你話即係如果你唔係 CCTV 去報啊，你國內好多即係問題咩地溝油啊咩黑心食品點樣揭發佢新聞啲專輯嗰度，即係其實係即係難聽啲，我之前喺個公開場合都講過啦，香港。即係而家大陸嘅《人民日報》、《人民網》，其實佢個開放性都已經係某程度係比香港嘅一啲香港啲報紙評論中國嘅問題嘅個開放程度係冇內地嘅《人民報》咁開放。我諗 CCTV 嗰個情況就係佢哋喺民生問題方面就可能真係不遺餘力。唔係咁政治上大家都知啦，咁承認咯，政治上呢個手其實唔使唔使，即係呢個好明顯冇得幫嘅。全部我睇又好怪嘅。CCTV 專揼啲民生問題，專揼地區嘅。我見到譬如你武漢、你湖南電視專揼話你廣東啊、上海啲問題，上海又專揼翻你湖南、湖北啊，你廣東咧就揼翻其他省，係跨省別、跨城市係點揼，但唔會揼翻自己嗰個市、自己嗰個省。不嬲㗎啦，你廣東國內就係咁，所以你湖南咪揼廣東。係唔係真係咁CCTV 開放個 TVB 我唔覺，因為即大家都係TVB 都開始走呢條路線，可能有時鏗槍集啊，嗰啲咩星期幾檔案咁樣揼下，即係都係咁嘅路線。只不過香港嘅問題當然冇去到地溝油啲咁嚴重啦，係咪？即係講係講啲貧富，即係都會講下啲收樓嗰啲咯。即係我都係講田生差唔多。你話亞視嗰啲亞視直情連呢啲專輯都唔多啦，係咪？咁可能有資源做先得嘅。係啊，資源係都問題啦。咁樣亞視咁啊 ，now 同埋有線係。比較就好啲啊，係真係，即係可以睇得下先咯。所以咧，即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即係而家除咗免費報嗰個生態，即係報業生態，因為即係爽報推出之後咧，成個即係報業嘅生態有啲顛覆嘅。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出年當呢、這個
Boyband TV 同埋呢個Cable 攞咗免費牌之後咧，即係我諗都會對電視工業嗰個生態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革命，可以話係。即係到時啲人可能睇新聞，即係佢哋睇有線啊咁樣，佢就會可能會睇到啊，原來呢單嘢可以咁樣睇喎，原來可以做得更加深入嘅喎。即係佢啲新聞，即係例如好簡單點講咧？例如高鐵嗰陣時炒車嗰單嘢，咁就TVB 咧就可能做完一兩日 follow up 之後咧就走咗啦，跟住就之後做嗰啲故仔都係做翻啲中央電視台嗰啲，咁就例如有個妹妹仔兩歲俾人救咗出嚟咧，有個違反抗令嗰、那個走去救咗佢啦，整爛架車咪救咗個靚妹先，然之後之後開始咧行呢個咧人情味，即係開始跟呢個中央路線啦 ，sell 温情 ，sell 人情味 ，sell 人間有愛，令大家開始冇咁嬲啦。但係 Cable 喺呢啲時間咧。仲有記者，我記得呂炳權有故仔。仲有記者咧，係仲喺嗰度做緊故仔，就做咗咩故仔咧？就係話原來當時咧，嗰、那個冧落嚟嗰架車嗰度，嗰度附近有條村嘅溫州嗰度，嗰條村咧有啲僆仔咧，一見到啲人冧落嚟咧，就即刻咧成班飛奔過去咧救嗰啲人。咁然之後佢哋當時目擊嘅咧，就係見到嗰啲解放軍啊或者軍人啦，我唔知啦，就原來全部只係企曬喺度喺度集隊等領導，冇嘢做，係，即係佢話，你哋做咩唔救人啊？端端反而啲村民自己喺度救緊人，即係我覺得呢啲新聞咧，其實我唔知係嗰幾個主流嘅電視台係冇資源做，定係佢哋係冇 hard 做，定係唔想做到挖得咁深。但係我覺得如果即係遲啲幾間收費台咧都有免費台出咗之後咧。即係我哋到時睇新聞多啲選擇，即係唔同我啦。我自己其實睇曬咁多間啲新聞嘅，我即係我好中意睇新聞。哦、但係就普通讀者唔係噶嘛，即係真係可能淨係睇下 TVB 啲慣性收視咁開著咁算㗎啦。但係遲啲如果有多嗰幾個台出埋嚟咧，啲人選擇多咗咧，我又覺得咧，啲人啲心態會唔同啊。即係可能會覺得啊，啲新聞原來可以咁睇喎，原來呢單嘢背後仲有呢啲嘢嘅喎，即係唔一定好似 TVB 嗰種咁公式化，但你唔覺得即係唔會擔心嗰多咗兩，就算多咗兩個免費電視台都會係 TVB 化咩？即係報導出嚟嘅嘢同 TVB 都係冇乜分別都係。我覺得唔會，係點解？因為佢哋本身自己係有收費台，係嗰、那個收費台咧係本身用翻個收費台 pattern， 然之後佢去做免費台，只不過將嗰啲資源咧。搬落去做翻一個免費台，即係好似星島做頭條咁啫嘛。但係 TVB 唔係啊嘛 ，TVB 係做下免費台，做翻收費台。結果佢收費台嗰啲新聞咧，同免費台嗰啲係一模一樣。但係 Cable 嗰啲唔係咯，佢本身可能個編制咧，都真係比較多啲人。因為訂真係訂 Cable 同埋 Now 真係有要求。唔係佢哋同埋佢哋本身真係開咗一個24小時新聞台咁樣，佢哋成個編制啊、人手等等各方面都爭好遠。即係你 TVB 咁你。新聞咁樣六點半新聞得半個鐘咁，我六點半入鐘入邊又要報導咁多嘅新聞，即係全世界新聞都講曬，好難，即係要求太過深入係勉強嘅，的而且確係。即係例如 Cable 咁有新聞嘅同時，可能又有啲新聞通識、又會有啲其他故仔講下即係啲背後嘅故事啊咁樣，即係佢新聞又會插下其他嗰啲。咩小城大即係小事大意義啊，或者插下啲有時啲健康新聞啊，其實都係喺佢啲資訊節目度咧攞出嚟嘅啫嘛。即係可能嗰個節目半個鐘，佢然之後 pack 個兩個分鐘嘅故仔，好即係好濃縮地咁樣將嗰啲嘢擺出嚟。即係我頭先講唔係話淨係政治上嘅嘢，將其他新聞嗰啲嘢咧，我覺得即係啲讀者到時有得揀咧。我自己認為有可以挑戰到即係 TVB 壟斷嘅地位。挑戰 TVB， 即係唔單止電視電台都係啊。即係你聽翻而家即係香港電台依家咁啊，鄧引光啦，即係鄧引光本身唔係佢人嘅問題，係你政府啊揾啲政府嘅部門，佢又無辜嘅，佢俾人點過去坐，揾啲嗰啲政務官係咪？即係我唔需要執著佢，都唔係優差嚟，都唔係反佢啲人，係反個即係政府嘅決定。不過吳康文睇唔識呢樣嘢，吳康文覺得你好似反鄧引光，唔係啊嘛，又話咩攞黑地氈嚟招呼人啊，做咗幾十年人啊，做民建聯創黨會員做咗咁耐啊，乜各我哋領導層人物點知睇嘢都咁渣嚟？吳康文嗰啲，即係唔好話我話，雖然你係老。啊，應該係咪要尊重一下？但係你寫埋今日垃圾文，你老人家我都話垃圾噶啦，係嘛？吳康文之流係咪？係咪？不過佢同譚慧珠比咁樣，佢好好多咧。各有各嘅立場，即係咁啊！即係睇廣台咧，會唔會好似即係廣台啲員工啊？我睇到譬如即係有啲哇～
我哋又換新老細啦，係咪啊？新老細點點點，依家啲老細仲要係政府嘅，啱唔啱啊？即係令到角色有衝突嘅。我嗱，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阿鄧忍光上咗台之後咧，佢唔會主動去叫嗰啲古仔，即係叫啲節目或者叫啲新聞咧做到即係保守啲，或者唔好插咁多。但係我覺得啲人自己會。自己褪後一兩步咯，識做咯，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個 case， 啲老細未叫到你咁樣去處理單新聞，但係啲人已經自己做定先。即係會唔會啲白色恐怖咧？白色恐怖，我又覺得未去到啊，未必有好張揚嘅。但係自我審查咯，係啦，因為一定大家會呢段時間會睇得好深佢噶嘛，係啦。但係我又覺得，即係佢唔出聲，但係啲人即係可能為咗保飯碗又好，或者為咗自己個位穩陣啲都好咧，我又覺得佢哋可能。自己會有少少收咯，即係可能頭條新聞會冇做得咁激，又或者其他啲古仔唔會即係鬧得咁硬咁樣咯。嗯，即係唔知佢唔使出聲，啲人都會做到，佢可能已經有個震撼效果喺度咯。嗯，即係可能我最驚，如果遲啲頭條新聞咧唔係吳志森做，變咗周融做咧，哇！即係仲發惡夢咁，咪唔好睇咯。周融做太后。哎，誒都好喎、啊，周潤做太后隔離嗰位嘢差唔多啦，小位置咁樣，唔好即係唔好成日周老闆啦，唔好成日高高在上啦，係嘛？做翻做下啲太監啊咁，可能都會幾突破、啊。佢新老婆唔會接受你咁樣講佢噶，講佢老公啊。哦，即係不周潤誒即係講嘢成日都比較好中意誒，即係話自己成日唔識嗰啲唔識民建聯唔識建制派，所以又話自己好中立啊嘛。你覺得其實？周融係咪都好中立嘅時事評論？冇留意，完全冇留意。哇！周融都唔要死火，我只係有睇佢講 business 嗰啲嘢啫喎。哦，死火啦！周融都阿昌咧，中立啊，係啊，佢標榜自己中立啊嘛，即係對分析又幾深入。其實使乜成日標榜自己中立啫？嘥氣啦！你 case by case， 你一單新聞。你每單新聞都有自己的角度噶嘛，做乜成日都話自己中立唔中立啫？冇中立嘅世界，只有大是大非。唔係即係做節目真係要有啲靈覺嘅，即係唔好成日。唔係你冇靈覺又好睇嘅，係咯？講咩中立咁？我最想聽你即係強求中立，只會搞到自己思覺失調。我覺得。即係從一個常識去做咯，有啲新聞或者有啲古仔。唔係我反而唔求中立咯，求客觀咯，我覺得。客觀，周潤都好客觀啊。即係客觀，唔係客觀同中立，我有少少分。你覺得佢好客觀？唔係我又冇留意佢，真係唔知喎。點解要真係不斷咁攞嚟講咧？其實因為我成日聽開周潤。唔係佢做咩？你成日聽開佢啊？黃永周潤都 OK 啊。咁佢點評論？佢做咩評論鄧忍光嗰單嘢咧？有冇評論咧？啊，鄧忍光嘅篇幅唔係好多。因為我最中意聽周潤歡迎嘅評論咧，就係咧，佢講完之後都唔知講咩，哇咁啊！都係咁樣啊，最好。係啊，報紙又係最好，你睇完之後咧，你就唔知講咩。係啊，即係周潤係比較，所以話客觀都唔咁就可以誤導到讀者啦。哦，即係你唔知心咧，一睇就知佢想講咩，或者劉佩瓊都係一睇就知佢想講咩。但周潤嗰啲係比較高啲嘅，即係同梁家榮都係啊。即係聽完之後。朝早聽完之後，你可以即係保持個頭腦空白，然後就迎接工作。即係甚至黃永都唔得，黃永佢有時都一兩個 point 鬧到你，捉到你好實噶嘛。佢會發曬爛渣噶嘛，即係會鬧咯，係啊，即係曲到直啦，係啦，即係唔會直啦。不過你會唔會覺得遲早啲數碼電台嘅出現咧，即係即係有幾多台啦，係咪？即係放雲去衞視啲又有，會改變到而家電台呢啲咁嘅傳媒嘅生態。我自己覺得就電台其實可能比較我不知道可能不多人聽咯，反而可能職業司機會多啲咯，或者係即係有啲人喺屋企即係開住心機開住嚟聽咯。但係我自己就唔多咯，即係我都係主要都係睇下報紙啊，睇下電視新聞咁樣咯。如果多幾個台選擇，其實對啲聽眾嚟講，我覺得係好事。咁但係就都會佢哋自己識揀，會覺得即係究竟適唔適合自己咯。即係如果你整個台出嚟，又係真係可能好標榜係去好親一班人或者某啲政治團體嘅，咁啲人會因應自己喜好揀同唔揀咯。即係係咯，所以都係要啲時間去證明咯。不過多啲選擇點都係好嘅，即係好似你咁樣樣係嘛？即係率先就去咗呢個即係 DBC 嚇香港數碼廣播。廣播啊嘛，廣播喎。如果大家講開呢個要留意啊，逢星期一至五十一點至兩點，星期六、星期日八點至兩點啊。
跟住 DVC 數碼二台大錢台啊，足球搏擊會想聽廣播，想聽最好嘅足球評述員，全部盡在 DVC。亞華 TV 唔會 cut 咗啲節㗎嘛？唔會，百花齊放啦。TV 係嘛 ？TV 就喂有喂咁咧 ，DVC 嘅宣傳埋我哋呢有啲咁嘅人才喺度係嘛 ？DVC 連大班都要揾啊！阿林康正哥啱啊！你喺大班個節目又宣傳翻我哋喎，又唔係我依家講大班節目啊！阿昌遲早遲啲可能啲財經節目嚇，係、咪即係大家有排啦，嗰啲有排，即係可以留意啊！同埋你點睇網台嘅生態咧？其實係咯，其實而家呢排啲新媒體都湧現喎。即係你睇香港，譬如香港人網咁啦，好立場好清晰嘅，即係小生好嘢，有啲人話就係。人民力量嘅人民力量台係嘛？你好似亞維 TV 有啲人就話公民黨台係嘛？亞維 TV 公民黨台啊？即係有啲人喂係咩？我投公民黨的，溫和民主派台啦。係咯，即係你又點樣睇網台嘅生態？好好唔好咧？其實梗係好啦，都係多個選擇咧。即係除咗傳統媒體之外。即係作為讀者、聽眾、觀眾嚟講，即係有更加多嘅選擇，我覺得梗係好事啦。咁如果正如你頭先所講，這個台係幫某班政治團體講嘢嘅，咁又有一班另一個台幫另一班政治團體講嘢，我覺得絕對係好事咯。起碼有得揀咯，你中意聽你咪聽，唔聽咪唔聽咯。即係依家社會就係咁噶啦，即係。以前廣播我哋冇得揀，得電得收音機聽，電視台可能得一兩個。而家我中意上網睇，中意上網聽，隨時隨地放工翻屋企聽又得，朝頭早起身聽又得，唔使話就住啲傳統媒體啲時間嚟睇。報紙又係又多幾個選擇。其實我覺得而家咧，我哋呢一代好幸福嘅，呢一方面好幸福啊，就即係起碼多選擇，報紙又多。電視台又多啊，收音機遲啲又多幾個台，咁啊網台又多，我覺得絕對係好事啊，係咯。即係如果譬如啲立場即係過分啊，或者係立場唔同，太悶啦，佢一啲就嗰啲就觀眾聽眾自然唔會揀啦。即係正如免費報啫嘛，係啊，冇人睇啊，自然冇廣告噶啦，冇人睇啊，冇廣告啦，係咯。有重口味嘅自然都吸引重中重口味。我見免費報嘅就係例如係。即係或者發行咗幾多糧啊嘛，啲人真係睇幾多唔知嘛。我見到情報咁啦，係嘛？即係有超過50萬份。依家有啲人派經濟日報入邊夾咗份佢情報啊嘛，咁樣又當咗派一份。其實免費報情報係有少少生不逢時嘅，講真。即係我自己都知道，即係。佢哋一出冇幾耐就而家話出爽報，就撞咗爽報。咁好多廣告客户咧，都係真係特登等爽報出嚟。即雖然而家爽報出咗之後嗰個 impact 咧冇想象中咁大，同埋可能有啲內容太多鹽化啦，差得。咁反而有啲比較即係標榜正氣啲嗰啲大集團啊嗰啲咧，就未必中意落爽報。但佢哋唔落爽報都唔代表要落情報噶嘛？係啊，情報太健康。即係情報同埋我聽啲有啲廣告啲人講咧話同以前嗰份 Take Me Home 太似。咁佢有啲人係用緊即係用緊嗰時嗰啲人去做翻呢份報紙噶嘛？係。不過情報我自己咁多份翻，我最中意情報。你最中意情報？最快睇曬。哦，唔係爽報咪仲快？喂，而家份份報紙咯，爽報佢要聽啊，爽報我攞唔到，佢仲要聽，仲要聽，佢仲要聽，仲要聽陶傑讀啊！我陶傑讀真係 OK 啊，我聽到好好笑嚇，真係好笑啊！佢話點解中文咁好啊？因為成日睇陶傑啲專欄，佢自己扮埋掌型把聲先正啊！哇！即係真煙腸，跟住無啦啦變翻男人聲喎。係啊，佢中意聲演噶嘛，所以今次才子咯，所以係啊，因為聲演又得，好開心，所以難怪肥佬嚟重金禮聘佢啊，個個都重金禮聘佢啦，全民話用一球嚟包佢一年啊嘛，係嘛？係喎，100萬包啊！講開報紙，咁都要講周刊。你覺得香港兩大周刊，東周刊、一周刊係咪啲人話兩都走好極端啊？東周刊就專跌仔，東周刊咪即係星島，冇分別。一周刊咪即係《蘋果日報》，各走極端。但點解周刊方面又整唔到一啲中間周刊出嚟嘅？明州咯，明州大睇啊！你話冇睇啊？明州冇睇啊？你話明州咧就係睇相嘅啲人啊？咪就係咯，即係而家讀者口味就係咁啊嘛。即定係咪市民嘅口味略？中意誇張，中意渲染，有啲係中意色情，有啲係中意啲即係煽動啲嘅嘢。睇完之後走出嚟，哇咁色情嘅，咁渲染，咁煽動嘅，然之後下期繼續。哇！究竟呢個係市民嘅錯，
教育的錯定是傳媒機構的錯咧？雙向啦，你有咁嘅咁有雞蛋先定有係咯，有雞定有蛋先咧？咪互相影響啦。其實佢哋不過總之個社會就係咁啦。而家即係越嚟越即係正如啱啱嘉賓咁講啦，係煽動化，即係你係一定要立場鮮明先係吸引到個眼球咯。你甚至你啲政黨，你下下都平平淡淡咁樣冇人睇啊。政黨都係立場唔鮮明冇人投你啊。正如頭先你講嘅啦，呢個係係啊，即係都係比較。個立場都係咪中係咯，所謂即係乾淨啲，佢係就係走乾淨啲，所以反應咪唔好，就唔好睇咯，即係周潤咯，睇完之後唔知咩立場㗎。喂，王牌主持我哋收好多錢嘅一個月，我冇聽個節目，但都知佢揾得多。周潤講嘢幾好咧，係唔係咁情場？咁情報都要好多錢嘅，咁但係問題買埋印機啦，係啦，打長即係打持久戰㗎啦，都冇辦法㗎啦。情報可能。即係要揾多幾份報紙嚟喺佢度印咯。唔係咁啊，喂，時間差唔多喎，不如問一下 Johnny， 即係再睇落去前邊，即係傳媒，你睇落去嗰個前景係咪越嚟越暗淡咧？嗱，我自己覺得係，即係編輯自主方面。編輯自主方面就要睇翻即係行內嘅人自己點樣把關。嗯，即係我覺得未必每一下都係啲老闆要你點樣做點樣做。死啦！時間夠，但又想問到楊添編輯自主講開，即係。亞視就被人話啊嘛，係個王晶，即係佢個老闆啦。我不嬲講咗，即係老闆影響咗個編輯個方面啊嘛。但其實呢樣嘢喺傳媒，尤其是報章傳媒，係咪不嬲都出現嘅啦？咁你肥佬禮啊，影響蘋果咁樣，你東方唔係咁嗰單嘢係因為涉及國家前領導人嘅生死啊？唔係我知，即係而家好多時都話咩咩編輯自主啊嘛，即係老闆唔好干預啊嘛。但你即係我睇到啲報紙咁樣鬧出電視，我覺得好奇怪。但係你係咪啊？係咪啊？我都覺得好奇怪。唔係，咁你不嬲干預，不嬲係人都知有㗎啦。即係報紙雜誌就鬧呢個 ATV 離譜，咁啊賣個節目俾嗰啲上市公司。咪等於你東方鬧爽報紙都係賣緊自己啲版面啊，賣緊自己啲位啊，賣緊自己啲故仔俾人。嘥氣啦，個個都做埋曬同一樣嘢。即係有好多財經雜誌自己都係賣咗個頭版俾人做啲上市公司介紹㗎。唔係咁，你資本主義社會，你傳媒同埋 business 關係肯定係分唔開㗎啦。你分得開嘅話，咁樣唔係啊！嗱，施永青話自己文人辦報㗎，你即係你頂多係咁，所以 AM 都暫時最高質素嘅。唔係，我覺得 AM 好啊，你講 AM 係好嘅，平心而同埋啲專欄即係多選擇咯。呢個平心而不過我唔理係咪，即係即係唔理係咪呢？係咪正常啦？唔啱就要答，唔啱就講到啱，啱唔啱啊？好，下一集再見。拜拜，好多謝 Johnny 啊，拜拜，拜拜。